设计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他必须看得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世界。就是比如说我常常看很多建筑，房子也是需要设计。为什么同样是房子，有的房子就好丑啊，可是有的房子的线条，从它的屋顶上面的花园，然后到它的灯光的配置，然后到lobby， 我就觉得哇哦，这个就是设计。那我们如果今天去盖一个房子，一定也就是规规矩矩，好像玩积木一样。可是这些设计师他们就有一种远见，他必须要看到，因为当你看到这块土地的时候，它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它没有东西，所以他们好像看到鬼一样，他就必须要看到，哦，这里可以怎么盖，哦，这里可以弯的，哦，高一点，就是，所以我觉得设计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天分，就他必须去想象，然后看到我们正常人看不到的。even 他做的可能是一双鞋子，在还没有打版打样之前，还没有 sample 之前，也是没有啊，也是空的啊。可是他就要去想啊，这个高跟鞋可以用手枪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像之前我买了很多眼镜啊，比如说 House of Holland 的眼镜，或者是Linda Farrow 的眼镜 ，Jeremy Scott 的眼镜，他们的 design 都会让你觉得天哪，你是怎么想象的？我们眼镜这个发明可能有几百年了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就会用翅膀啊，用爱心啊，然后用各种的。可是，在还没有做出 sample 之前，它都是空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很厉害的想象力，然后看到你跟我看不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的一个魅力，他必须要超越正常人的极限。喜欢的音乐太多了，基本上应该说我比较对于 heavy metal 我比较不好消化，好，因为 heavy metal 会让我没有办法去专心的同时间去做别的事，比如说开车听 heavy metal 你可能会出车祸，然后看电视或者是看报纸，你可能会被它一直干扰，觉得哇很嗨这样。在 heavy metal 我有一点消化不了。那我也听古典 classic，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不太好入睡，我就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古典音乐开很小很小声，即使它是管弦乐段，管弦乐队，然后非常的激昂，可是古典音乐就是有一种催眠的效果，就是它的那个旋律非常优美，然后没有歌词，所以你不会有想象，你就是。你不需要背他的歌词，比如说他在讲一个悲伤的故事，讲天上的一朵云，你就会开始想那个歌词。No， 他没有，所以你就可以跟着他的旋律去入睡，即使他可能有一点激动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也会听一点舞曲，虽然我不喜欢跳舞。Hip Hop 我也 OK， 可是 Hip Hop 也有一个困扰，因为 Hip Hop 的过程就是跟 Classic 是完全相反，它就是歌词太多了，就一直又要弄又要弄又要弄，不管是中文或英文，它一直念一直练一直练，练到你真的是头很痛了，就是你会有点找不到那个 focus 这样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我什么都听啊。那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，可能会比较喜欢舒缓一点的，就是可以让自己 relax 一点的啊，比如说 lounge music 啊，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听 chill out， 就是虽然我不去夜店，我不太需要 chill out， 我并没有喝醉，可是 chill out music 就是真的可以让你很 relax， 好像在 Ibiza 啦，好像在巴厘岛啦这样子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就疯狂的喜欢 chill out。当然流行音乐也少不了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听歌、唱歌、写歌，所以流行音乐还是最容易消化的，都听啦。乐器是我完全没有机会好好钻研的一块遗憾，因为小时候家里是有钢琴，然后爸爸也希望我们练钢琴，但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耐性去做同一件事情的人，比如说你要我一直在那弹一样的练习曲，我会很 boring， 然后也坐不住，所以我后来就放弃跟家里面抗争，就是我不要学，
后来看到像周杰伦啊、光良啊这些人这么会弹，其实都蛮后悔的哈。你看王力宏还会小提琴，哇哦，好帅哦。然后李宗盛会 guitar 啊，方大同啊什么的，哇，好帅哦。来不及了，这个东西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的。不过反过来说，老天爷也是挺公平的，因为他又给了我很多别的事情去做啊。那不管是主持啊，或者是创作啊，写书啊。我已经出了十几本书了，我觉得也够了哈。就是说，同样的时间，可能有人拿去练吉他，那我就拿去写书，拿去逛这些设计品，然后拿去看展览，然后做艺术创作，或者是逛潮流店、开潮店。其实这些时间花起来，我想我也没时间学乐器了。所以老天是公平的，就是无论你是。Bill Gates 或者是黄子佼，你都只有24小时，所以看你怎么用。那有的人就拿去钻研乐器 ，OK， 那我就是拿去做别的事，所以想一想也没那么遗憾。